陶工厂妹今年13岁，喺代官中学读紧初中1年班。我突然被选中成为拯救地球嘅猫猫战队啊！当我兴奋或者系惊嗰阵，就会露出猫耳同猫尾，唔激到啲外星人就冇得回复正常，真系好惨啊！既然系命运安排，唯有接受啦。而且我仲有4个咁可爱嘅同伴，咁多位准备好未啊？为咗地球嘅未来，我哋会全力以赴嘅。Yeah?